就我四号，俺媳妇生了二胎生的是三胞胎，三个女儿，因为早产嘛，全部住的那 ICU， 只见了一面。等一个小时才知道这结果的。我当时想的我都直接都想放弃那个孩子，我都不想治疗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老二情况是眼底病变，老三是先天性缺血症，需要后续做康复治疗。生气了，有点生气，饿着了。你哪年了？90年，31了。才31啊？对。你这头顶全是白头。对，来了一个月之后，白了。孩子在里面住一个多月吧，我也没太注意这个。你们都不知道自己白了？对，不知道自己头发白了。后来看到孩子，你也不能放弃啊。生下来了，为人父母了，你不能看眼看着孩子你扔在里边不管吗？这正后一单都是缴费单吗？对，这全部都是。全部都是缴费的，一天的这个缴费金，算过有多少？没有仔细算过，每天只知道往里边交钱。有时候感觉自己特别没用，看到三个孩子在里边住着，没钱给孩子看病，每天都坐在医院门口，等着有一毛钱都给孩子没交上去，给孩子先治病，那是我感觉最黑暗的时候。但后来我们没有放弃，我不想放弃孩子。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们都不会放弃孩子，三个孩子。都是期待老三的出来了，真的期待。肯定会很快出来。是，对。我感觉这一切都是值的，真的值，很值。